啱啱去完其中一間超市，基本上肉同埋菜係冇乜噶啦，另外米都冇乜，好奇怪，唔知點解大家淨係買米啊？嚟去伊朗啦，等我去水果區望下先。呢度係高級牛，一般般啦，要買牛肉果。冇晒牛肉果啊！好不夸张。想买白菜同椰菜啫，都冇晒啦。呢度系卖冷冻肠仔，将我食开嗰只柠檬汁嘅鸡仲有。Oh my goodness！背面，背面，背面。麵包冇曬。啊，這個好像仲有，這個是我很喜歡吃，因為蛋白質很足夠。鱼咯，我订足够我撑一餐。叫斋，我刚好想吃叫斋。呢啲菜嘅唔好处就系唔可以放太浓，吸引我呢个今晚晚餐。又有肉又有菜，日本人都好健康，啲冇措施冇调整嘅豆奶已经冇晒。我都买完翻屋企咯，原来我都买咗好多，买咗3000多，但系我主要就系买菜，买生菜同埋生肉。因为呢，我本身想买可以自己煮嗰啲菜，我想买椰菜或者系大白菜，但系冇晒。